你这么划算啊！之前我没吃过，来，谢谢，两文，来拿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也来一串，给，哎，谢谢啊。 就算是阎王的小鬼来了，钱也找上了。哎，来，别插队啊！那人是七秀寺查子，之前与你有过过节。啊，难怪看起来这么眼熟。过日子，看来刚才那眼神恐怕是认出你了，幸好没有为难你。多亏你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杨柳街有新果子卖，招子上还画了一朵花。那要糊口，总得冒冒险。可做生意，总是这样藏藏掖掖，也不是办法。那要看宫里那位给不给机会了。我倒想问他个明白。不说这个，你尝尝，这说不定是你那日摘的呢。 你这么划算啊？之前我没吃过，那你等3日再来，等我们做了新的甜果子，你再来吃。爹爹，我想吃这个。老板，果子多少钱啊？1文1个。来一个吧。就一个啊？孩子，吃吧。 爹爹，你也尝尝。爹爹不爱吃，你吃吧。郎君留步，1文2个，这是补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哎呀，到我们了。嗯，蛋糕吃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你说这民间的寻常父子是什么样？大概也是像现在这样。 一面吃饭，然后听一些说教的话。哎呀，我也真是老糊涂了。民间的情形，你又如何知道？身在皇家，哪有寻常百姓那种柴米油盐的福气啊？你能尝尝进宫，陪伯父吃个饭就足够了。这么做买卖，真的不会赔吗？ 成本小，赔不了。那过2日有了新的甜果子，劳烦帮我留一份吧，就用你们印了花的纸包起来。好啊，是要给家里人吃吗？给我伯父尝尝。